大家好，我是史马里奥。大家好，这首歌叫《最深的渴望》，好像是这样。对对对，《最深的渴望》，因为还没有，因为我忘记了。然后这首歌是在写，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连结，又不是你们想的那个，是我想的。那我就来唱这首歌，这首歌叫《最深的渴望》。好的，谢谢斯马里奥。可见这个团体就是在纪律中也保持着个人的自由。
给你像台湾的社会自我管理非常良善，对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毛娜。对。我觉得这个开场真的超级厉害，就是那种列车要开始发动的感觉，对。但是马上来到第二站呢，我的这首歌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哈，大家就抱着一个轻松的心情哦，搭上这个就是音乐的列车，这样台东场音乐列车这样子。那刚刚那个我这是创作营的同学啦，也是司马里奥，等一下呢就是非常辛苦，还要接下来当乐手。好，耶、OK， 那就带来一首很简单的歌啦，这首歌叫《恋情一下午》，对，就是在讲我恋情，觉得很开心、很投入，这样不知不觉花了很多时间。希望大家就是创作营的同学们也可以就是一直保持对音乐的热情，大概是这样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毛娜。好，接下来欢迎吴宇。好的，下一位。毛娜，毛娜来自哪里？新竹县五峰乡白兰菠萝。好，谢谢。我是吴宇，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是消逝的美好，然后这首是在写，对，就是过去的快乐的事情。
星期六下午上课的日子，他的时光一直在我心里，对我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。美丽的教室，落地的镜子，认真的老师，单纯的孩子，就算表现不好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只为最后表演能够一切顺利。那时候的我也曾经想过放弃，不愿面对什么哭泣。那个年幼心里还无法理解，老师的开朗瞬间将我人生改写。知道想要做好，就是下苦功，才能成为那个闪耀星星在风中。台上的几分钟，台下的几年功，放心的同时不会忘记那初衷。希望现在就养活自己，从前总会幻想到过去，在潜意识里面失去理智，怎么办？也走上了家具，等待搬到一个新的地点，那首歌名叫什么？教室的美好，教室的美好。是，可以哦。叫他刚才取的名字了。围棋帮他取的名字，这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围棋。好，对，然后接下来这首。对，接下来这首歌是在讲的是我第一次回部落，然后听到我原住民族语名字的故事。我的族语名字叫朱古，然后耶， yeah! 对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终于找到》。那对，我们就一起开始。不想再这样用谎言包装。
邱君成，然后我写的歌是有关我自己以前不开心的回忆的。这首歌暂我现在就叫做突破。手拿手拿手拿
今天要唱的歌呢，是情感里面的其中一种，是亲情。然后，每个人面对情感的时候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状态。那很多时候呢，不一定会用言语表达。那这次呢，我想用歌声表达我对我孩子的爱。我的歌名叫《爸爸爱你》。好啊。Bye-bye, Santa Rosa.
爱你哦。好，来我们下一位学员 ，Deepus Panay， 耶。面这样啊，哦，就是凡事都有好有坏，我就讲这样就好了。那从歌词里面去体会，这首歌叫《鸟笼》。
世界很危险，你不够洒脱，说这是守候，对我来说，这是全世界都你说这不是最佳解，梦中描永远是不会自在的飞。偶像那个李博翰，他会跳三个八。我叫李博翰，我是那个卡巴蒂部落的，对。然后我的这首歌叫做《不怕》，对。等下你们就听就知道为什么会不怕，耶、yeah. 。好了好了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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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靠近靠近靠近。好。心中的压抑无法抵挡世界，昨天为着等雨不祝福的未来，暂停的话也阻挡不了我前行，被人看不起记在我心里，没人看清我的意义，只能相信我自己、yeah. 多少人说了说不伤害我的眼睛，yeah.
个是罗瑞琪。谢谢大家，愿意听我的巴拉格。大家好，我是罗瑞琪，我来自马当部落，就在那边而已。我今天要再来一首歌，叫做《可惜没有好好抓住你》。要一起唱吗？傻傻相信，用尽了所有。
场休息时间，大家去上厕所，去喝水 ，OK。好，我们交通，放点音乐，大家休息一下。Oh yeah, yeah.